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 你好，我们继续学习七到九级的词汇。第一个变质，变质是说这个东西或者是说我们的想法的本质啊，最根本的部分发生了改变，一般呢是说变得不好。比如说牛奶在外面放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坏了不可以喝了，我可以说牛奶变质了。好，那我们一般会说饭变质了，蔬菜变质了，水果变质了，有时候会说他的想法变质了。第二个词变道，变是方便的意思，道就是道路，一般是指我们为了图方便走出来的一条小路叫做变道，或者是说另外搭建的一条小路叫做变道。比如说这条变道终于通车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词汇。如果你对我们的视频感兴趣，记得点赞或者转发。